2023韩国餐饮国际大赛青少年翻糖蛋糕展示黄品涵金牌，糖霜饼干展示黄香涵金牌，而花莲市长魏家彦也祝贺黄香涵师生再度为国争光，而同时也将在花莲推广翻糖蛋糕或果冻花等相关的课程，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学习这项丰富生活的技能。黄老师表示，这次特地来到市公所，主要是希望市公所能够支持翻糖烘焙等技术的学习，未来有机会开办课程，让更多的人从这项技艺中学习，丰富生活和人生之外，也习得一技之长。真的是在地，所以我基本上我大部分绝对都会是以花莲在地为主。但是还把你那个我们四公所的扣进去啊，还有您的照片，对啊，漂亮。那我希望下次呈现更多不一样的主题。就是要鼓励一下学生啊，因为毕竟他们才在国中国小阶段，然后能够去参加国外这种大赛，这种几千个人的场面其实很难得，然后最主要是市长他会给他一个祝福跟鼓励，而且这孩子他们在平常的功课或是其他的方面，其实他们的专注力都会越来越好，而且他们会热衷于某一个比赛当中，或者是说他会沉浸在他想要学习的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挺不错的，让孩子真的是有进步还蛮大的空间。学生王品涵也表示，在比赛过程中虽然有压力，但是在过程也让他更加确信学习翻糖烘焙的技能，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他也不断的精进锻炼自己的学习。在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做完之后要出国，因为出国它的东西是要整理好，而且拿出去的时候双手要拿好，不然它容易会有损毁。然后在飞机上面你要保护好它，让它在整个比赛中是呈现完整的状态，然后在比赛结束也要把它收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因为我决定我想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行，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也是我的兴趣专长，所以我之后还会继续跟着老师参加各国的比赛。听了黄涵颖老师的辛苦练习过程，魏家彦市长也给予更多的勉励，并恭喜他能够获得如此的殊荣，未来也会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更多的人来参与学习翻糖烘焙。那在这边我们知道，其实学翻糖或者是学一些我们要比赛的一些作品都必须要非常有耐心跟一些人发想或者是一些自信心那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老师为我们花莲打开这样的名声那也可以看到老师也穿了我们的一个厨师服那有秀我们中华民国的，那也代表我们国家到各地去比赛那也是我们花莲之光，那也希望未来老师也能够在花莲的各个服务站都能够有一些教学，让我们不管是社区或是我们市民都能够了解翻糖这个文化。市长魏家彦表示，市公所将会大力的支持与推广，未来也会开办相关的课程，让小朋友与社区一起来支持推广翻糖烘焙的课程。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